可能打得赢我们家黑熊呢，对不对？好了好了，有没有什么？没有的话我就走了。等一下。你刚刚说什么？老君子，老君，是什么东西？是什么东西？他讲到一半了。啊，讲到一半了，怎么着？没事。他说，其实打他的是卡通猫，没错，可是是会武功的卡通猫。会武功的吗？哎哎，爱心，有没有会武功的卡通猫？有，主任。来，下一位，请进。